接下来为您播出普法栏目剧小镇危机再次升级。谢谢兄弟，小小礼物不成亲。我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纯真的情感纠结着无奈和彷徨。你帮我想想，他能接受我吗？少华，绝对没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王八蛋！普法栏目剧七集迷你剧集《后击》第三集正在播出。敢不敢跟我公平竞争一次？如果我赢了你，以后给我离小林远点。人啊，一定要有梦想。你为什么想跟我学打台球？向更高的高手去挑战。这场球我输不起。王八蛋！别打了，他是我的亲人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戴着面具？我到底在你心里边算什么？这人心得有一杆秤，一损俱损。不行，就别干！我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要想赚大钱，搭上几条人命算什么？这人心得有一杆秤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不行，就跟他干。高虎那小子今天回镇，给我堵到去。啊！我想这背后是不是有人想挑拨咱们两家的关系啊？我们公司啊，对风情镇很感兴趣。我们风情镇的人不喜欢外人做主。高老板，这可是几个亿的项目。如果咱们两个能合作成，在这个镇上只有姓高的，没有姓胡。你有天分，要是能坚持下去，说不定能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比赛呢。方俊杰，我告诉你，以后给我离小林远点儿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普化。前面我们看到主人公方俊杰邂逅了来自城市的女孩倪林。倪林呀，气质温婉，带着丝神秘气息，很快就吸引了方俊杰，让年轻人呢是越走越近。同时倪林的鼓励也激发了方俊杰对台球的热爱。俊杰立志呢要提升球技，打出更高的水平，争取依靠台球走出小镇，不辜负倪林的期望。为此他十分渴望想招听老板易天阳学习打台球。此刻俊杰呢很充实也很幸福，他一方面拥抱爱情，一方面去坚守梦想。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发现风情镇正处在动荡和不安之中。这份动荡来自于一位不速之客，地产商人陈秋泽。他觉得这个小镇很有发展潜力，于是呢就用金钱去收买吴高两大家族，并不断挑拨他们两个的关系。但是吴启明和高尚武都拒绝跟他合作，陈秋泽可谓是野心勃勃，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因此十分恼怒，势必会继续在风情镇里面兴风作浪。同时吴启明的弟弟吴启兴刑满释放，回归了小镇。吴启兴也是位台球高手，而且呢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入狱了10年，因此很多人都惧怕这个吴启兴。那现在他的回归会小镇带来更多的震动与不安吗？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。爸，
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头发都白了。在里边吃了很多苦吧。当哥的心里有愧。哥，咱不说这些了。好，不说了。哎，把这衣服换了吧，晦气。新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金宝，带你叔换衣服去。哎，叔，走。哎呀，你说家里吧，没个女人还真不行。你说一家出去吃饭吧，还得到酒楼来。我这个人啊，年龄也大了，也该找个伴儿。梅姨呢就不错，又能照顾咱们。等把你们俩的婚事敲定以后，哎，那咱们吴家就算圆满了。啊？嗯。我不同意。你怎么不同意？爸，你找谁都行，就不能找那个梅姨。我跟你说，他家贼着呢。小麦孩子，你懂什么？启星，你说呢？我没忍。好了，回去。冷吧？真没事，你让我出来瞎闲晃什么的？这几天光不好吗？整天闷在那台球室里。快长毛了，我就这个样子，我能见天光吗？哎，对了，俊杰的事儿怎么样啊？我给他出一道难题，希望他会知难而退。阿伟，我店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阿美，那不是台球厅的老易吗？啊，是啊。我问你，我送给你的佛链为什么在老易身上？明老板，你想多了。其实他就是我一个远房亲戚。那我就更应该好好照顾他了。啊，不用，他这个人孤僻古怪，一般人也接受不了他。李老板，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对我。哎呀，好吧，尊重你的想法。叔，吃饭的时候我爸说娶女人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说说他？这不挺好的事儿吗？好什么呀？你是不知道那女的，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还有他家那小子。成天一副欠揍的样，我看就烦。叔，你不在这些年，家里发生了好多事儿，就像前几天，爸在道上被人劫了。被人劫了？谁干的？不知道，动手人还没抓到，但是他们都说是高家干的。但是前两天高家那小子也被人打，然后冤枉到我头上。你说这是不是他们吃苦肉计呢？他们家这些年搞园子什么的起来了，然后不服咱们家，非要跟咱们家较量一下。你说他们是哥们儿吗？高尚，哦，别来无恙啊，尚武哥。
吴启兴，还真没认出来。头发怎么都白了？在里边没少受苦吧？为了我们吴家受点苦是应该的。我听说最近尚武哥跟我们家有点误会，所以特意来拜访拜访。误会？是不是误会还说不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哥说一定会查清楚，我在等他给我个说法。对，一定要查。可如果查清楚，还真就不是什么说法不说法的问题了。启兴，我看你是来者不善。赵哥，我来就是想表个态。表什么态？这些年我不在家，我们吴家全都仰仗着各位街坊邻居的照顾，特别是你赵五哥。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自然要好好梳理这些关系。我哥是个和善的人，可是我不是，我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看来你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呀、啊？你怎么想都可以，我就是来提个醒。我吴启兴回来了。叔，霸王杆物归原主。还是你用吧，他已经不合适我了。要用这个？我怎么能跟你比啊？记住，要想打好球就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无论对手是强还是弱，你都不要怯场。要想赢就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的机会。做人也是一样的，给对手留余地就等于给自己挖陷阱，明白吗？没事，就是想见见你。遇到烦心事了？你说我真的能打好球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，让你说这么丧气的话？吴金宝的叔叔回来了，我看他们打了一场球，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所以你就开始自卑了？我也不是自卑，我也想练好球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下手而已，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。慢慢来，没有人能一蹴而就，你应该找个人教你。艺术可以教我，可是他非要让我破了这个局，如果我破不了这个局的话，他就不肯教我。哎，他有没有什么提示给你？对了，他说打球不一定靠技巧，要靠脑子，还问我爬过山没有。
不是有句跟山有关的诗吗？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时候跳出来看看，往往更清楚一些。就像我当初在城里的时候，永远看不清楚，等出来了，才发现自己有多幼稚。喂，金宝，今天啊，好吧，嗯，金宝约我吃饭。其实我真觉得你俩可以试着做做朋友。哎呦，兄弟，二哥，你可想死我！二哥，我也想你。你说，你也真不够意思啊！出来了，给我通知一声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朋友，田总。这位是陈总，陈秋泽，我的好哥们儿。这两年，我一直跟他合作点地产方面的生意。启兴，我经常给你提起来，我哈子里最好的战友。你好。哎呦，看启兴兄弟的面相，不是一般人呐。那还用说，我兄弟他在风情镇上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且啊，这人是出了名的仗。那感情好。哎呀，正好啊，我们在风情镇也有生意要做，到那时启兴兄弟还得多照顾照顾。陈老板，你是做大生意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能帮上啥？哎，谦虚，太谦虚了。启兴，这地产生意啊，不是别的，有人玩资本，有人玩资源，两者缺一不可，得捆绑着买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就你们吴家在这风情镇上的资源，就是随便拿出点来折腾折腾，那就是钱呐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这话说的没错。哎呀，说来惭愧呀，前段时间启兴兄弟，我找过你的哥哥明老板，跟他谈了一下我们生意上的事儿，可惜他有不同的意见，不愿意合作呀。吴家能有今天，启兴急功至伟啊。辉哥，陈老板，我呢是刚从里面放出来，对于生意上的事情一窍不通。既然家兄有了他自己的决定，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希望二位不要太介意。生意不成，情义在。我们今天不谈生意，谈感情。启兴兄弟，给您备了一个见面礼，小小礼物不成情意。打开看看。你看，主要吧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然后各方面都挺吃得开的，我就想，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的话，这就更好。金宝，小林，我觉得咱俩挺配的，真的。你看你这么漂亮，我也算是我们镇上最帅的吧。
我觉得挺配。哦，金宝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感激你对我的帮助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不可能这么快把店给做起来。那才哪到哪儿啊！真的，如果你以后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。你了解我吗？那有什么了解啊？书上都说了嘛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先求不行吗？梅姨，回来了。哎，季姐，你等等。那个理发店那姑娘是什么人呐？哦，她是我一个朋友。哦，那以前怎么没见过她呀？她是从城里来的，这段时间才到咱们镇子上的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去休息吧。哦。事儿啊，说。我听说有一个房产公司想在咱们风情镇发展地产，找你合作被你给拒绝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看来他们是找过你了。表是他们送的吧？启星，你刚出来，现在社会上的事儿啊很复杂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老说这些了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，有这么好赚钱的机会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齐星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。我都说了，风情镇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等找个机会，我好好跟你说，行吗？来，接着吃。你能想到这条路线啊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一叔，那你答应教我了。君姐，你知不知道你打球啊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全局观，太直来直往。不过这是你个性使然。两点之间虽然他们直线距离是最短最便捷的，但是往往也是最坎坷。如何呢？绕过障碍又能全身而退，这才是打球啊最大的学问，懂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一叔，你设的这个局就是想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吧？一叔，不教教我？跟我来。把这些啊
红豆跟绿豆都给我分开了。没事让我分这干嘛啊？要你分就分，快分啊，不准偷懒。别偷懒啊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俊杰这孩子啊，感觉特别投缘。每次见到他，都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知道吗？特别有天分。就是啊，性子太急，看问题啊太表面了。说到底，还不是和你年轻时一样呗。这人啊，会走什么路，都是老天注定。反正我可不希望他以后和你一样。如果这时候啊，你跟他说什么人生大道，这个年纪的他是听不进去的。不如借由打球来引导他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年轻的时候啊，要是有人这么提醒你，也不至于走上弯路。反正。我是把俊杰交给你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一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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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大呼小叫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教我打球啊？我这天天分豆子，这要不就刷厕所。什么时候教我呀？你要是不满意啊，随时可以走。不是，艺叔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不是说我破了这个局就能教我吗？可这都一个多星期了，我连杆都没碰过呢。你看看你，心浮气躁，你这样可以打好球吗？这么想握球杆。去，拿个球杆来，打一球试试。我叫你去拿球杆来打一球试试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我记得刚才我没使那么大劲儿啊。我让你分豆子，就是训练你整手的稳度；让你去刷厕所，是提高你的腕力。这些都是打球的基本功。要打球试试。等等，你打球啊，坏毛病一堆。首先，下盘先站稳了。重心放后腿上，下巴放在球杆之上，这手要尽量往后拉些，便于拉弓射箭。这握球杆的手要像与人握手一样，轻轻地握住球杆。你必须先尊重他，他才会尊重你，懂吗？以后白天的时候就来我这儿负责打扫卫生，到了晚上时候才可以给我碰球杆。在私底下，你我可以以师徒相称，但是在别人面前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我教你打球的事啊，除了你没疑，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。你可以做到吗？能。这乱得很，没人打扫了，一会儿就客人来了。哦，好。你说一叔肯教你了？啊，哎，你可不能跟我说出去啊！我答应过一叔，不跟别人说的。好啦，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外人。哎，
那你那局是怎么做的呀？要是说到这个吧，还是要感谢倪林。如果要不是他的话，我根本就破不了这个局。又是他，难怪你最近都没有时间来医院里边看我。哎呀，我那不是要给艺术做杂物吗？再说，我觉得你们都误会倪林，他呢就是一个从城里来的，而且跟吴家没什么关系，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复杂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之前的生活你又知道多少？行行行，就算我不了解，但是至少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他这个人不坏。况且呢，他帮我坚持台球的梦想，而且帮我解开了难题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看来你真的喜欢上他。像他这样的女孩被人喜欢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你也是女孩，你帮我想想，他能接受我吗？你把我当过女孩吗？好了，我哥还要换药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高红，高红，这招呢叫飞花逐月，其精髓就是这个绕字。艺叔，教我。先给我练基本功。吉星兄弟啊，这是我们公司准备投资风情镇的计划书，来，您来看看。你们开发这片地，真的是为了造福我们风情镇的百姓吗？当然是，现在全国都在进行旧城改造活动，大势所趋嘛，你看。现在老百姓住的很多都是危房啊，我们当然是为了老百姓做好事了。那我们吴家决定投资之后，利润能拿多少？这是几个亿的盘子，您想啊，这利润不会低了。齐星啊，这个位置就是山的那块，以后准备做一个旅游城。这块，以后弄一个五星级宾馆，怎么样？看这河边没？这河边我准备做一个。
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好像见到过一个熟人。想不到陈老板在我们风情镇也有熟人。没事没事，也许是我看眼花了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河边啊，我就准备做成一个带状公园，挺美吧？行了，你回去练球吧。好。完了，我哥戴绿帽子。绝对没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相信我，宝哥，你让我在这守着，我可是足足待了四个小时。方俊杰，方俊杰，你都出来！方俊杰，方俊杰，都，王八蛋！吴金宝，有病啊！你没事吧？没大碍，就是有点头晕。大夫刚才说了，脑震荡。如果没事，我店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艺术，阿梅，要不然咱们再好好检查检查。真的不用，我没事儿。米老板，你有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待会儿我送你们回家。不用了，这儿有俊杰呢。米老板，你去找金宝好好谈谈吧。都怪我呀，教子无方。哎呀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们父子俩呀，就是平时太缺少沟通。金宝这孩子心里想什么你也不了解，他呢不了解你的苦衷，你老这样对他，时间长了，你们父子俩之间会越来越远的。你听我的，金宝这孩子啊，本性不坏，就是对我和俊杰有些误解，这事儿得你去解决，回避不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偏见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想让你知道作为大人是多么不容易。有些事情啊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么简单，而且我是真的想对你梅姨好。林老板，
您跟梅姨的事儿，我不多嘴。俊杰，我真的希望你能跟金宝成为好兄弟、好朋友。跪好了。不行，跪好了。我不服。不服什么呀？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做的错？你怎么不问问方俊杰那小子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打了人，你还有理了不是？那是我打的吗？那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你就爱护着外人。你打了别人啊？不能说你了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回屋好好想想。你不应该那样对金宝。这孩子从小就骄纵惯了，不给点惩罚，他没记性。让金宝去打那小子是我的主意，打个架，多大的事儿？当年我们也是靠拳头打出来的。金宝，你怎么还那么偏激啊？从前是从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事事靠拳头，谁会服？那我就打服他。那小子仗着你对梅姨有想法，处处跟金宝作对，你要不办呢，他早晚得骑到咱们头上来。打打打，你就知道打。你想没想到你当时是怎么进的监狱？当初我是怎么坐的牢，你现在还要提吗，亲哥？我们看到吴雪欣回归，果然令风情镇的是风波再起。为了扩大家族势力，他呢出面挑衅高尚武，这让高武朗的关系啊是矛盾重重，更加水火不容了。而企图谋利的地产商陈秋泽，他借助太子辉和吴启兴的狱友关系，企图离间这吴启明和吴启兴两兄弟。可以看到一张大网笼罩的风情镇，里面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阴谋暗算，小镇的命运令人十分担忧。另外一面，我们看到易天阳啊，面对梅姨时一直是躲躲藏藏，充满了克制。易天阳和梅姨之间究竟隐藏着哪些往事呢？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四集故事。易小姐，我们家俊杰啊，他配不上你。敢不敢跟我公平竞争一次？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那如果要是你输了呢？从你面前消失？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输得起。这球我必须赢，去找你的情人去。明天我开好房等你。他是不是欺负你？你教育他。别打了，他是我的情人。辉哥以前有个朋友是专门打这种球的。田阳，俊杰他爸呢？你就是小梅一田阳生的狗杂种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，再见。